许要比天还高。云那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。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。风它轻轻吹过来，梦像翅膀，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，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导盲犬阿布，妈妈要我减肥，天天吃不够，好饿呀！原来是花。对不起，我是误闯进来的，对不起。原来还是花呀。这肯定也是花。我在家凉的。是谁进来了？一个盲人。他是一个画家。是谁啊？是不是我的导盲犬阿布啊？反正他看不见，总比被当小偷好。汪汪。你终于肯回来了。赶紧吃，吃完就继续工作。这是司令寄来的超级神笔，能将画出来的武器实体化。你什么被抢了？快抢回来！这里这么多孩子写生，唯一能看的就是你的画呀。谢谢。因为那边人太多，根本就挤不进去呀。不如试试这支笔。那试试这一只。那试试这个新星球杰出画家毕加索用过的笔。在房子里好久了，好想出去呀、阿布，去听音乐会。要出门带路了。阿布，我们来跑跑步。阿布，去晒晒太阳。撞门，我带你去转一转就是了。
赚够了吧？赚够了就老实点儿。他从来不带他的狗出门，难怪他的狗会离开。钻头怪，快钻！快钻！啊！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不可以再进来。对不起，我并不知道。不好，我居然开口说话了。花椒到处知道我是假扮的导盲犬了。你不是阿布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和阿布相处那么久，怎么会分不清你和他呢？啊！我失明后，阿布就来到我身边，并不断鼓励我画画，可我再也不想拿起画笔。我一直知道你不是阿布，但是见你很用心地帮助我，所以才……我想去一个地方，你能带我去吗？去哪儿？失明后，我情绪低落，从不出门。但我知道阿布一直很想出门玩，能出门散步，对每一条狗都是再平凡不过的事儿。可阿布为了陪我，一直没有出过门。什么都没做就又失败了，我们走。你是阿布？这段时间你跑去哪儿了？那是毕加索的笔，阿布不是离开，他一
直在找这支代表天才画家毕加索荣誉的画笔，想让它重新站起来。我明白了，阿布，谢谢你。阿布，我们去散步吧。现在看来，我的导盲犬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我们只需要比天还高。